坚强。我不难过，我想吃汉堡。你爸爸为了救你命都不要了，你还讲这种话？小慧，干什么呀？没良心！我真的饿了。这是种情绪认知障碍，这种病不是说病人没有情感，只是他对情感的认知和常人不一样。凡是能够引起正常人情绪变化的事情，对他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。目前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，只能说需要一直训练孩子的基本沟通、压力处理和情绪控制。但是并不是说掌握了这些他就和正常人一样了，只是看上去和常人不一而已。陈明，你看啊，这个表情呢叫做失望。失望的意思就是希望落了空，或者是因为希望未实现而感到不愉快。所以我要表现的有些遗憾。你给姨父演示一个失望的表情。林志平，你妈是不是也跟你一样有病啊？我妈已经去世了。因为她是神经病。现在很生气，你倒是气给我看看呀！你说你真是个神经病，什么神经不知道，脑子感觉有问题，脑子有问题，年年考第一，太不与人类了。好多人有些同学特别天才，那还是个智障呢。你现在的力量和速率都很完美。但离职业的拳手还差点东西，情绪，情绪对于一个拳手来说非常重要。你要让你的对手怕。抱歉，教练，如果拳击是需要情绪作为驱动的话，它可能不太适合我。我想做一些单人就可以完成的项目，比如跑步。谢谢。请进。林老师，你笑一笑吧，面瘫再帅也不会有女孩子喜欢你。有很多。真的吗？林老师，我们聊一聊呗。你初恋是几岁啊？林志明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确实不爱你。我不相信。你又是谁？你在哪儿？这是哪儿？我点了一份外卖，待会儿请帮我送过来。好的，请您稍等一下。谢谢。签约成功，拿下 GC。My business with you。工作总算完成了。For a long time, eating. Thank you. See you next time. Okay. Thank you. Let's go. 现在就只剩下这一个大麻烦了。我先声明啊。我不是要偷看你，我只是为了帮他找线索。老狐狸的生日，老狐狸这么爱学校，难道是建校日？老狐狸他有什么爱好啊？偶像啊？没听过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趣？孟老师。对不起了啊，老狐狸是从外星来的吧？什么都没有，怎么帮你啊？萨瓦迪卡，你的外卖已经好了。谢谢。算了，糊弄过今晚，回国大吉。确定过照片了。
对方是要求48小时内打款。放心吧，我用的都是安全证。傅总裁，你饿了吧？赶紧吃吧。李倩，我以前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我去看看啊。你干嘛？今天是我跟绿茶分手，我们成功签约，以及我爹不会再威胁。吵到别人休息了。啊，以及我爹不会再威胁我回去继承家产的好日子。咱们俩不应该喝一杯，庆祝一下？都是你的好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咱们俩什么关系？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以前不都这么蹭酒的吗？哎，出去！什么意思？不让我进去？难不成里面藏了个男人？难不成还……什么真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。请你不要打扰员工的私生活，好吗？走。公司可是付了你差旅费、加班费的，我是 boss，OK？、OK？ 真的是李浅，谁呀、啊？还真有啊。